好靚嘅咧，就係《跳躍生命線》嘅第一集嘅首播版咗。你仲好意思著嗰套學生？係因為學生嗰個校服咧，就監製就話一定要我去做翻。遲啲仲有嘅，遲啲咧就會咧講咧，即係我由中學開始咧點樣認識我嘅男朋友。係咪我？係咪我？係咪我？你係？之後的感情線，我之前都仲有一條感情線，而家仲未揭曉。我哋一路分緊拆裝，因為咧，你睇下，哇，好靚！你喺度做乜嘢？我哋有跳躍生命戰嘅療力啊！有我同阿 Moon 嘅，有兩分係兩分世界嘅，再飲咧，我哋咁樣飲啊！馬神同 Kelly 嘅，最後一張咧就係雙女馬神同。